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两个大妈贵啊！今天你系大妈咪嚟呢一个大澳嘅釜山行，就喺东涌地铁站嘅11号巴士啦。落咗车之后咧，入咗村咧，就过条桥，然后就向呢文物酒店一直行。直至到咧见到少林寺个方向咧，就转入去就系呢一度身后嘅少林寺啦。少林寺咧嘅左手边咧就有条劲嘅直楼梯，行上去就系釜山啦。好啦，我哋行啦。只要咧沿住呢一个红色栏杆咧，就可以直接上到去釜山。左右两旁咧都系一啲先人嘅墓地嚟嘅，行嘅时候咧细细声好啦。见唔见到啊？前面啲人慢慢咁一个一个行紧上去楼梯啊。26号。就沿住下面呢一个石屎路咧，一路转右咧，再上呢一个楼梯嘅。慢慢行上呢一个长命楼梯啦，右手边好靓啊！我哋咧望到狮山、象山同埋尖峰山嗰头啊，努力上紧楼梯，唔高嘅，咁我妈都应付到，咁慢慢行啦。你好彩嘅话咧，其实咧。在这条红色栏杆那里你是可以望向海的时候是望到海豚的，那不知道我今天好不好彩啦，这里很漂亮啊，拍上山超漂亮啊，拍给大家看看。哇，好漂亮啊，耶、yeah! 釜山这里75米的啫。中间那个就是珠港澳大桥那个人工岛啦。另外一边咧就系、是、前边呢一度，超靓。另外一边咧虽然系好靓嘅山景啦，但其实咧望落呢一度下面咧，全部咧都系墓地嚟嘅时候咧，就向高望啦，一直向前行咧就系、是、去到个亭嗰度噶啦。看到上面的山超级漂亮，因为今天超好天，但是呢就这里就是完全暴晒的。穿过个亭咧，呢度一直行咧，以前呢一度咧系啲沙石路嚟噶，阵间我哋就会沿住呢一条路咧就行过去咧，就宝珠潭嗰度嚟嘅，都有芒草啊，呢度芒草，到下边咧就系大澳居民咧嗰个山坟地嚟噶，影相嘅时候咧留意翻唔会影到啦。行过去咧真系好似呢一个万里长城啊，几宏伟。正式踏入另外一边的山路啦，就冇之前嗰度咧整得咁靓，啲木嘅框啦，同埋啲泥喺嗰度嘅。哇哦，新整嘅观景台啊！对正个人工岛嗰边噶，咁嗰度咧打卡都非常之一流。咁我哋而家咧继续向前行啦，碎石路啊，哇啲松树都几靓，参算松树啊，沿住呢一度落去啦，到落去咧就系宝珠潭嗰度嚟嘅，我阿妈一步步咁样撑落去都 OK 噶。呢度望落去对面咧就系象山同埋狮山嗰边。度影翻俾大家睇，真系好靓啊！我妈咪就喺前边啦，呢个就系象山啊，王庙都见到啦，隔篱就系狮山。咁我哋而家踩住咧就系釜山，而远处嗰个咧就系尖峰山嗰边啊。大埔四大灵修啊，而家整咗条路好几多，度咧日落咧好靓噶。
乐山。望住咁靓嘅风景，乐山咧超正啊！呢度乐山快好多啊，系咪啊？我妈喺前面等紧我啦。呢一度慢慢数落嚟啦，上面嘅风景超靓啊！跟住咧就博上呢一啲泥路啦，仲有得落啊！睇到好清楚，系由嗰条路行上去就系象山啦。辛唔辛苦啊？好靓啊！后王庙嗰边、大澳嗰边。妈咪啲木咧有少少线啊，你踩上啲木嘅时候小心啲喎。最好唔好踩木踩泥啊，差唔多水平线咁滞啦。我妈几努力，佢话呢一度好靓啊。其实我妈呢几排我放大假咧，佢已经跟咗我。今日是第四日去行山的，之前都带他去行威夷径啊，同埋呢一个大头洲嗰度，佢都觉得有不同的靓景。咁今日呢度咧，应该系另一番风味，就好像一个山谷咁啊。俾翻你大家睇下，睇下几靓。沿住呢一啲楼梯落去，比以前已经好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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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尖峰山啊，牙鹰山应该遮住咗而家。呢度啲级高啲啊？系啊，高好多啲啊！叻女，第二个观景台啊，四四方方嘅观景台啊！望翻出嚟就系咁嘅，中意两个大妈怪嘅朋友，不妨俾个 like 我哋啦，分享俾其他朋友，介绍佢嚟行呢一度啦。因为呢度咧收葺咗之后咧，就唔需要行回头路，由嗰边上呢一边落，非常之舒服，同埋个景咧都超级靓噶。喺水中央嗰嚿。见到粒珠宝啦，准备出发追翻我妈咪先。好，继续行，追翻我妈先。哇，佢行得好快啊！哦，应该到啦。呢度都几直喎，同埋啲木咧，其实都有啲线啊。我哋而家已经出咗嚟啦，转右咧就可以出翻去呢一个大澳嗰边噶啦。哦，左手边就系个后阳古庙啊。其实我嚟大澳好多次咧，都未行过呢边噶。今日两个大妈怪的介绍真的圆满结束噶啦，咁我哋就会沿住头先嗰条路咧，翻去大澳市中心嗰度搭翻车走，同埋食嘢噶啦。好啦，拜拜啦！沿住呢一条路就去翻大澳市中心嗰度搭巴士啦。